好，我们看英文句子第十八句，做运动使我们保持专注。首先我们要知道做运动怎么说，然后使我们保持专注。来，做运动 Do sports 使我们保持专注，这个使某人做某事有个固定搭配，使某人做某事。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Enable 是使某人干啥，就是 to do something. 好，然后接下来保持专注。保持专注，保持是 keep， 它后面要接形容词，专注是 focus， 这是一个动词，我们要把它变成形容词加一个 ed， 哎，就是保持专注的 ，keep focused。好，接下来，来，这个句子就出来了。做运动 ,do sports, 使我们 enable us, 保持专注 ,to keep focused。好，来，接下来我们看语法。Do sports 是动词，动词不能做主语，要想做主语变成动名词，我们要在 do 后面加上 ing, doing sports。然后动名词做主语，后面的谓语动词用单三，所以这个 enable 要加 s， enables us。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句，他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首先我们要知道喜欢参加怎么说，然后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怎么说。来，第一个喜欢参加，先说喜欢干啥吧，喜欢做某事，喜欢做某事是 like doing somethingLike doing something， 参加是 take part in。 好，那喜欢参加就是 like taking part in， 对吧？喜欢参加。把这两个搭配合并在一起， like taking partM， 好，然后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各种各样的我们要知道怎么说， A variety of， 哎，这个是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sports activities。 好，这个句子就出来了，他，哎，他喜欢啊，他喜欢 likes 参加 takingPart in 参加什么呢？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 ，a variety of 体育活动 ，sports activities。